如果你有计划到四川奔赴一场浪漫冬季，我推荐你一定要来汶川。欢乐的冰雪季当然少不了赏雪，一场大雪过后的羌人古滑雪场满是银装素裹，入眼皆是白雪皑皑，浪漫韩剧中的雪国秘境大概就是如此场景吧。当然下雪一定少不了滑雪，羌人谷滑雪场是全国高海拔地区落差最大的滑雪场，同时有着专业的教练和滑雪设施。在这里你可以是驰骋滑雪场的高手，也可以是一动就摔倒的新手，只需放手释放自己，就能享受冬日滑雪的乐趣。第二站，达拉布庄园。富有藏羌文化的城墙巍峨耸立，溪水弹唱着冬日的乐曲，在古羌藏宝洞里探寻着大自然的奥秘，登高处赏暖阳，享天然气候，无论是情侣约会还是全家出游都能玩得很开心。要想感受静谧的川西旧时光，一定不要错过西羌文化街和教场街，这里有着汶川最古朴的烟火气息，一砖一瓦一布一景无一不展示着藏羌民俗。所以你准备好邂逅一场汶川的冬季浪漫之旅了吗？